奔跑吧兄弟不知不觉已经录制完这一期了，迪丽热巴也发微博和大家告别了。有网友在最近爆出了明年奔跑吧兄弟的成员名单，不知道大家最期待哪一个啦。在这之中第一个就是杨洋啦，貌似他从没参加过奔跑吧兄弟，近年出演了不少热播电视剧的他人气极高。除了杨洋，赵丽颖又要来参加奔跑吧兄弟啦。记得上次他的镜头其实不是很多，不知道这次再来参加赵丽颖的表现会是如何啦。第三个大家可能会意外，因为一向比较低调的杨蓉也要来参加奔跑吧兄弟了。平时大家会发现杨蓉很少去参加真人秀节目，这次来参加大家都比较惊喜。而第四个就是白敬亭了，最近几年的他也是无数少女心目之中的白衣男神啊，总给人一种青春阳光温暖的感觉。我们记忆之中的女神李依晨也要来参加奔跑吧兄弟了，再次看到他大家会不会感慨啦？当初我们大家都是追过他出演的电视剧的。看到这份名单，我们还会发现黄子韬也将加入成为固定 MC， 令粉丝期待不已啊。